第29题，右图为一滑轮组，若每个滑轮重2公斤重，物体重30公斤重，不计绳重及摩擦力，施一力 F 使物体等速度上升1公尺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若按照老师上课的教法，力的问题要问自己三件事情，第一件是谁受力，那么是这个在受力，因为它两个绑在一块，所以合在一起受力。第二个受几个力，这有两个绳子的拉它的力量，所以各是所谓的 F， 这里是所谓的 F。那么还有一个所谓的重量，重量有两个，一个是物体的重量呢，叫做30公斤重。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滑轮，这滑轮也有重量，所以有个2公斤重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出来呢，我们向上施力呢 ，2F，F 加 F，2F 呢等于30加2。等于32，所以 F 呢就是16公斤重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出力呢16公斤重，我们必须要出力16公斤重。那么同时我们又看得到呢，如果我要使物体整个上升1公尺，那么左边要少掉1公尺，右边也要少掉1公尺，这样才能够上升1公尺，所以又表示 F 呢就要下拉所谓的2公尺，所以呢我们要拉的长度是2公尺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呢，我们的 F 施力呢是16公斤重，拉下的绳长是2公尺，所以第29题的答案呢我们要选的是 B， F 为16公斤重，拉下绳长为2公尺。